OK， 大家好，而家要教大家煮东坡肉嘅时候到啦。大家都好中意食东坡肉咧，所以又唔知点样煮得好唔好食。今日教你雷师傅啊秘制嘅东坡肉。首先，白沙要买呢个比较喷啲嘅花肉 ，OK？ 买咗呢个花肉翻嚟咧，就成嚿，我成条一条条咁样咧，就开咗个镬 ，OK？ 开咗个镬点样咧？开咗个镬成条咧就成条花肉咧就攞落去。淨係煎嗰、那個，唔使擠油，淨係煎嗰個皮嘅 ，OK？ 就係再煎個皮，跟住清乾淨個皮嗰啲漬啊，即係嗰皮嘅漬咧，跟住你嘅花肉成嚿就擠喺個鍋嗰度，跟住擠水落去，開火，跟住滾，水滾咗咧煲大概十分鐘啊，大概十分鐘攞上嚟 ，OK？ 做到好似咁樣啦，個皮煎過咗又煲過水之後咧，就好靚噶啦啊，滑滑靚靚，好彈手噶啦 ，OK？ 跟住咧。嗰啲肉未熟噶嚇，係咁樣烚一烚佢咧變白色啫。跟住就將個花肉咧切一嚿嚿啊，呢個原裝啊，原裝嘅切到一嚿嚿 ，OK？ 咁樣原裝嘅切到一嚿嚿，四方四方咁樣啱噶啦 ，OK？ 切到四方四方四嚿都得，因為我又用成嚿整咗之後，到時咧整好咗攞嚿尖剪開起一開四咁樣嚟食啊，啱啱靚噶啦 ，OK？ 所以而家要開始啦。首先要準備啲咩材料呢？葱，跟住呢個蒜頭幾粒啦，葱頭幾粒啦，呢個姜大概十片咁樣，跟住仲有就係三四隻呢個咩八角同埋桂皮啊，桂皮少少得，桂皮嘅味好重下噶嚇，冇太重太重啊，整咗啲，跟住冰糖大概係唔到半碗啦。睇你嘅係幼嘅定係大粒啊？大粒嘅就兩粒就夠噶啦。所以我就唔用鑊剪啦，用鑊剪點解搬嚟搬去好麻煩？因為用煲嚟煲佢，所以咧我今日就教大家用咗方法，就直頭用個煲，唔使搬嚟搬去，直頭用呢個煲嚟整呢個東坡肉 ，OK？ 首先燒紅個煲先啊！呢、這個我正話燒咗噶啦啊，已經紅紅地噶啦。都試用滴油先，哎，起泡嘅聽到冇 ？OK， 即係啲油，其實唔需要多油啊，因為你嘅豬肉咧本身又有嘅啊。跟住就將蒜米攞落去，同埋葱頭攞落去，同你嘅姜攞落去，咧，跟住。因為啲汁裏面，你爆一爆就得啦嚇。嗱，我想知道咩？即係冰糖咧，即係呢個咩？八角，八角煮翻佢先嚇。即係有嘅地方邊皮啊，你鑊啊，你個煲邊皮爆一爆個八角。八角同埋桂皮爆香嘅先，哇！好香啊，八角同埋嗰個桂皮嘅味道啦，跟住要煮個冰糖。煮冰糖咧，可以擠少少水冇所謂嘅。點解要煮冰糖呢？因為冰糖變到黃黑色嘅時候，我就攞個豬肉揦揦個顏色。好多人咧就齋煮冰糖嘅，咁我就特別啲，我就唔係香嗰陣煮。你睇，你個冰糖開始變黃色黃色啦，睇到冇啊？有啲豉油，跟住將呢個肉嚟整一整，我染個顏色啫嚇，染一染個皮嘅顏色嚇，睇到冇？
呢個冰糖嘅黃色，自然嘅顏色，睇到冇？自然嘅。誒，呢個靚靚嘅黃色、紅色咁啊，同原裝唔一樣嘅。因為冰糖已經黃色，加埋個豉油、個老抽，睇到啊？呢個原裝嘅原裝嘅卡咧，咧喺個嗰個鑊唔夠大啊！啊，兄弟，好個冰糖開始黃色啦。將個豬肉整到啊，紅色紅色咁咯，就好靚啊！如果唔係，你就用紅谷米啊。睇到嗎？冇咁多顏色啦，嘅，跟住做咩咧？就擠啲葱嚟鋪嚟啦，擠啲水先，因為個糖要乾啊。啲水落先，我陣間啲糖乾啦，咁我哋就要一張嗰個薑鋪到一塊塊，鋪個底，跟住將個葱鋪落去，將個葱全部鋪落去。鋪落個鑊底，打直打橫啊！總之就唔好俾嗰個，唔好俾嗰個東坡肉直接掂到嗰個鑊底，跟住就將你嘅東坡肉鋪落去啦，嘅一嚿嚿鋪落去，鋪到靚靚啊！最緊要唔好直接到底啊！如果唔係你嘅東坡肉就窿噶啦啊，窿咗就唔靚仔噶啦。咁就開始睇咯，開始滾啦嚇，跟住要擠生抽，擠多啲豉油，大概五六斤嘅豉油，唔使驚啊，陣間我加水嘅嚇，大概唔到半碗咁啊，細碗仔唔到半碗，因為有好多冰糖，跟住蠔油，嘅蠔油大概兩茶羹咁。一茶羹，兩茶羹 ，OK， 兩茶羹嘅蠔油，跟住黑豉油，黑豉油就啱先擠 ，OK， 要擠啲水先啊。個水大概煲到差唔多掂到一半嘅肉啊，八成滿嘅肉 ，OK。跟住就擠啲黑豉油去調黑佢，唔好太黑啊，因為黑豉油太多，記住黑豉油太多要苦噶，跟住撈撈佢，減減個湯汁，唔好喐得下邊嘅葱走咗位啊，因為你葱已經。個豬肉雜字起咗噶，係咪？冇就驚你燶咗就唔靚噶啦，啊！最好你由高身嘅煲就最靚噶啦，啊！或者嗰啲瓦煲啊，高身嘅煲，嗰啲肉擠到 fit fit 咁，佢唔會走，鋪曬啲葱嘅，同埋鋪曬嗰啲薑片，跟住先鋪上嚟，所以你嘅肉係直接菜響嗰個薑嘅上高，同埋嗰個葱嘅上高嘅，係咪？佢就咁樣，大概八成滿，差唔多噶啦，啊！個水出咗開大火嘅，係咪？開大火嘅。跟住就冚蓋煲佢，大概啊，要煲佢最少一粒半鐘 ，OK。所以我哋煲到差唔多嘅時候，我哋再遮遮嗰個肉 ，OK。暫時冚蓋煲佢大概一個鐘頭 ，OK。一個鐘頭翻嚟，我就再反一反個肉去，啊，跟住可能要收汁咗，所以我哋又再反一反嘅，可能要加啲水 ，OK。陣間再繼續 ，OK。Thank you。
OK，after 20分鐘啦，等我哋開一開個鑊具睇睇先。煲到咁上下啦，嗰啲汁，哇！啲面開始出嚟啦，睇到冇？等我反一反個豬肉先。After 一次20分鐘就煲個皮，所以而家反一次20分鐘煲個肉 ，OK？ 所以我哋攞個碟仔嚟裝住先，唔好走佢啊！千祈唔好夾個皮啊！個皮好靚咗噶啦，你夾個皮，個皮就爛噶啦。啊，夾個肉就好啦，因為個肉未夠腍啊。掉翻转头挤，煲翻个肉先，因为呢个煲太大咗，最好用嗰啲高身嘅煲就最靓啦。煮我大概20分鐘，反一反嘅，阵间再20分鐘，再反翻嗰个皮肉皮，啊，大概60分鐘就靓靓啦。如果你是小的煲是最靚，小的煲是最靚，看看做20分鐘大火，所以現在轉到中火了，現在轉到中火，看看煲20分鐘了，就總共就40分鐘，接著再轉回皮底那裡，肉淋了轉回皮底那裡，再煲個20分鐘或者30分鐘，最少一粒鐘到個幾鐘，看看所以要做什麼呢？現在要調個味道了，因為酒要蒸化嘅，而家呢個係嗰啲黃米酒，如果冇咧，用朝興酒都得，大概半碗咁樣。咁樣啊，大概5羹或者半碗嘅呢個細碗嘅黃酒，哇，再落去。如果你冇黃酒咧，你就攞朝興酒；如果冇朝興酒咧，你都去攞 Hennessy，OK？ 跟住佢多餘嘅油咁嚟掉咗，因為佢豬肉本身有好多油，睇到冇？本身啲油你可以掉啲油咁啲嘅，啲油全部乸渣嘅，因為嗰啲血跡啊全部喺度。記住路掉啲油，啲唔健康嘅全部啊！嗰啲豬肉嘅血跡啊，同埋啲油掉咗。陣間再執一執佢。OK， 而家轉中火 ，OK， 再煲起一個20分鐘，跟住再攞上嚟，我哋再轉一轉個皮嗰邊，因為皮嗰邊好重要啊，皮嗰邊係好腍好腍啊，腍到入口即溶嘅感覺。OK， 而家就再煲一煲，冚住等佢煲翻20分鐘中火。OK， 轉頭我哋再翻嚟，就再反翻落個皮嗰度，再煲一個20分鐘到。30分鐘，即係最少愛一粒鐘到一粒幾鐘嘅嚇。煲完我哋仲愛落蒸爐蒸一輪嘅，陣間再教大家整嗰個汁啊，那個汁係最重要啦。OK， 暫停到呢度，陣間再 continue。After 20分鐘個皮咗，再20分鐘反過嚟咗，所以而家第二輪開蓋啦。就睇到嗰啲肉啊，仲係哇開始淋淋地啦。OK， 所以而家就要燜嘅皮啦。我哋反翻过嚟先，千祈唔好夹到个皮啊！慢慢反嘅，慢慢反嘅，反翻个皮，而家肉开始淋，千祈唔好夹烂个皮啊！记住啊，你哋小心啲啊！一夹上高啊，一夹就烂噶啦吓，唔系阵间就唔靓啦吓，又靓嘅。正話加咗個黃酒，哇！嗰啲材料嘅味道，嗱，而家肉幾腍，睇到冇？
肉開始淋咗啦，個湯都開始收縮咗啦，少咗湯。Anyway， 誒，而家又分轉頭咗啦 ，OK， 再煲起一個25分鐘到30分鐘都冇相關，記住火唔好太大啊，調個細火，要注意啊，因為而家啲葱同埋個姜走曬樣咯，因為你冇個竹片，如果竹片晾住咧，就唔好整窿你嘅嗰、那個呢、這個豬肉，所以如果你嘅鋼煲靚嘅咧，你就唔驚佢就唔會窿嘅，啊 ，OK， 所以繼續小心，仲要睇一睇十零分鐘睇一睇咁樣啊，如果唔係你就要喐一喐佢啦 ，OK， 開細火再燜到起25-30分鐘。就個幾鐘頭啦，個幾鐘頭陣間就要起煲，就攞嚟蒸翻輪，跟住再攪翻個汁淋翻上去就收工噶啦 ，OK， 陣間再見。OK， 反反覆覆啊，整個東坡肉反反覆覆燜咗大概粒幾兩粒鐘噶啦 ，OK， 所以如果你要越淋咧，就淋燜得越耐，啊，你燜兩粒半鐘都冇相干嘅 ，OK。最緊要掌嗰個火，唔好整燜你嘅呢個東坡肉嘅皮得啦 ，OK？ 所以我又反咗兩三輪，我嗰個肉上面，跟住又皮上面咁樣，好，而家已經搞掂啦 ，OK？ 所以而家首先要攞佢出嚟啊，再攞佢出嚟咧，就拎翻個兜小心啲啊，唔好陣間唔小心整爛咗，咁就白費心機噶啦。你睇個皮幾靚，睇到冇？好小心啊，好淋咗啊，好容易爆噶，好容易爆噶。肉，你睇個肉就知道啦。哇，你咁淋硬硬地嘅咯，嘅 ，OK？你呢嚿花肉就啱啱好最大嚿噶啦，我哋嘅肉就中間就冇咁淋啲汁落去啊！蒸盤啊，跟住嗰啲豬肉咧，頭頭尾尾啊，自己屋企食就唔使好靚噶啦，啊，就食得唔好嘥。已經細細嚿嘅，等我斬埋佢。即係用蒸盤器，好彩啲水滾咗之後，蒸佢滾咗之後咧，就擠落去蒸起一個20分鐘。
嘅。都炆咗差唔多兩粒鐘噶啦嚇，而家再蒸一個20分鐘，等我哋搞埋個汁氣啊，再淋一淋啦。而家都整啲湯就冇曬，就攞出嚟。跟住啲油唔滿嘅，就突咗啦。好多油啊！即係我掉咗好多輪油噶啦嚇，你哋記住嗰啲油一路掉咗就啱噶啦，啲唔靚嘅油唔滿。汁係 more than enough 噶啦，燒滾咗嗰個，燒滾咗呢個油，呢個煲，跟住將呢個剩嘅湯汁倒落去。擠半碗水啊，咩？擠半碗水，攞兩羹呢個澱粉，澱粉唔肯加，唔好太結啊，最緊要。咁我試下個味道，呢個味道係原汁原味啊，我之前未調過味道嘅。哇，好緊要香，一流，咩都唔使加。呢度好甜，嗰個甜味都加翻少少鹽。加少少呢個朝慶酒。滾一滾氣，阿九哥，咩事啊你？啊，一天 come here, what happened you? Go outside, go outside, what happened you? 啊，我哋依啦，啊，我哋依啦 ，go outside, good boy。聞到個汁嘅香味啊！嗰啲材料嘅香味同埋少少嘅酒味，所以酒味要煮走佢先啊！酒味要剩翻個酒嘅甜香味，唔要太重嘅酒味，煮走個酒味先。完啦，要擠個薯粉落去啦。
嘅時間收汁。結結地，唔好太結喎，太結啦，好吉利咩喎？仲爭少少，再加少少。睇睇，哇！呢個汁開始有顯啦，睇到啊，好似咁樣啱噶啦嚇，唔好太緊要啊，少少咯。哇，靚啊 ！OK， 關曬火氣，你等我蒸埋嗰、那個呢、這個豬肉蒸淋氣，你入咗味，然之後擺上台淋呢個汁。而家蒸到大概25分鐘到差唔多半粒鐘噶啦 ，OK。哇，好靚好靚！而家我攞一嚿靚嘅糖，攞嘅時候要小心啲啊，因為滴上起，然之後淋呢個熱辣辣嘅汁落去，誒，到時我食嘅時候咧，就攞餃剪啊。剪四邊咁樣，剪四邊就得噶啦。OK， so 一個好靚嘅東坡肉就咁起火啦，係咪好靚咧？睇到嗰啲半肥瘦一層層，哇，幾靚啊！睇到啲肉，我究竟掂一掂佢先？嚟哦，淋淋嘅睇到冇？哇，我搖佢都要搖啊！睇到啊，頂頂頂頂 ，OK。大家 enjoy 呢個東坡肉 ，OK， 下次記得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，OK，、okay? 我再教大家煮靚嘢食 ，OK， 再影近啲。秘製東坡肉啦，就咁起火咗啦，哇，睇到冇？如果要起，哇，要喐啊，要震嘅，睇到冇？嗰啲肉一層層透明嘅 ，OK。